国庆日特备，活下约你品尝街边小吃。买那种街边小吃的时候啊，一大包这样子，然后又很便宜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的那个三丹的香味呢是非常非常浓的，它放的量呢就是刚刚好的，不会太多，捏是不是 ？Brown sugar 呢是最主要提味的调味料的啦，就是很简单的感觉。这个星期天傍晚6:30，和我们一起活下。